首先在意念上有动有拆词，而后就说在腰上啊，在外星上啊，在丹天上啊，要去转动。不但从星上放松，而从气上也是放松，舒展大方啊，要求一身背武功。太乙家本身就是混元一气，就是混元形成的，从前没有给它明确的提出来，现在我们有责任把它提出来。太乙拳四两拨千斤的力量就是在拳上，混元就是说各种拳叫混元。周身一交这么元气节节贯穿，是把这个功法传给我以后呢，我就说自己学了以后呢也不能是贪污，就把这个东西啊传不出去啊，也对得起先人，也对得起这个中华民族。
如果说功夫是一片海，这是一位波浪向前、不断体验浩瀚和无尽的勇者。如果说武术是一座山，这是一位不断攀登并自如行进在巅峰、一览无限辽阔的登临者。如果说太极是一片天，这是一位从容漫步、融汇着自然、万里云天、吞吐四方、挥洒着清风明月、踏着和谐旋律的行者。太阳在转，啊，月亮在转，星球在转，啊，也就是天在转，地球也在转，啊，总而言之都在转，大家一起转，就是混合的转，叫混转，混合的月球转动，这是它天的运行之道。我们练这才知道是根据这个道理来的，啊，我们手也转，是吧？我们肩也转，肘也转，膝也转，腰也转，啊，腿也转，在人家身上的网络是经络，它不容易起流动，啊。另外，它是不但是天地一样的宣传的意义，而且它是什么？是高处的力量。太极拳起于自然，合于自然。冯志强在长期的练拳研拳实践中认识到，太极拳是天地阴阳规律的一种体现，结合人体生命的搏动，乃成天人合一的境界。练拳就是通过自身的运化来体悟大自然运动规律，更好地道化自然，合于万物，从而提升生命质量。只有把人放在宇宙的大环境中去认识，才能更深刻全面把握太极拳运动的本质。太极拳外观变化的虽然是肢体的动作，它揭示的生命规律却是绵延不绝与广袤深邃的智力。